大家好，我是 Minello Yuki。 今天呢就跟大家讲一个新的，应该2016年6月28号时装的无奈任务。任务呢就叫做君与你同行，是不是叫做知道很多、啊、总之中文好像查过一下叫做与你同行啦。咁跟住咧個接觸點咧，你可以去呢個音樂劇裏邊啦，揀翻呢個劇情任務啦。咁跟住就揀翻第一個就已經係噶啦，喺嗰個戰爭之大地之下之前。咁第一 part 咧就要你去呢個東國節任務先嘅。嚇！咁依家去到呢個東方海峽。咁啊，再經過呢一個東國啦，個牛牛草原啦，咁因為呢條片咧拍出嚟嘅時候，同我 friend 一齊錄嘅，咁同我朋友一齊玩嘅時候咧，佢同我都係第一次。做呢個任務，咁所以大家都會有一啲可能佢做完之後咧，對話之間有啲嘅留言啦，咁嗰啲可以唔需要太過理會。依家咧就去地圖嘅最右手邊。系啦，咁啊，揾艾米尔倾偈，咁就正式去做呢个第一个嘅剧情任务，第一 part。咁啊，拣第一个啦，通常都系拣第一个啦。应该个意思系话俾你听，简介下呢个东国系点样，睇到呢个东国嘅大约嘅嗰个地势图，你见到。好詳細咯，好精細地咁樣去 show 俾你睇。介紹一下，行東邊街咧就會途經去到呢、這個森林地帶，就比較危險啲嘅嗰個叫做。咁啊，繼續同佢傾偈啦。咁個劇情方面咧，前期我會可能都會盡量錄啦。咁但係後期咧，就可能因為條片太長啦，咁所以有機會會飛嘅之後。咁同埋我唔係好識日文啦，咁所以大約要睇下究竟呢個任務係講啲咩啦。咁應該係for一啲新手。體驗一下啦，叫做嗱，咁啊接咗第一個任務啦。咁佢會通常這個任務咧個唔同地方就係會將你個 base level 咧由你現時嘅 level 咧調整為佢指定 level 嘅，就會入佢一個特定嘅地圖裏邊打怪。咁啊出現咗一個任務欄啦，同埋咪一齊冒險啊！跟住佢右手邊咧，有一個時間查餘時間出嚟嘅，咁啊同阿米爾傾偈，係啦，咁啊開始呢個任務啦。咁佢通常咧，你會見到個地圖裏邊咧會有閃閃下嘅，閃閃下代表咩咧？就係你去到嗰個位置咧，就係要打怪，係啦。咁佢右邊個任務欄都會有叫你打啲咩咁樣做啲乜嘢咁樣。
佢打緊期間咧，咁佢艾米爾都會同你傾偈啦，對話有對話視窗，電話嘅視窗彈出嚟。你未清曬掛佢，又唔會俾你去下一 part 嘅地方。同埋咧，呢個冇一個第一次做啦，冇任何功能睇過，咁所以完全係零開始咯。咁所以好多嘢都未準備得曬，準備得好全。藥物就會好爆啦，嗱咁你完成咗之後咧，你會見到個畫面咧，就會出現個 congratulation 嘅。嗱，咁到呢一 part 咧，基本上就會去打補傷。即係總之每做完一個任務咧，都會有個補槍俾你打嘅。咁啊，出去啦。咁你見到啱啱一個任務咧，講緊有50,000獎俾你，同時間咧就會有幾百萬，好似唔知200多萬嘅經驗值存俾你咯。所以非常之快，非常之值得大家去做呢個任務。咁第二 part 咧就阿瑪莎就會揾阿艾米傾偈啦，咁就會飛咗去呢、這個迷之國啊，迷之團部落。咁啊，根據指示咧就減啦喺度。咁劇情方面就可以自己去接觸呢個任務嘅時候冇問題啦，因為我唔熟日文啦，咁所以我就通常都睇一睇咁樣飛嘅。咁之後咧就會去到講解一下究竟咩係模具融合啦。咁模具融合我簡單講下啦，或者我可能覺得唔係咁全面都未定。咁但係我記憶中咧，模具融合就係將你嘅武器和外貌咧，即係譬如話你兩件武器，一件 A 一件 B， 一個可能木枝咁嘅嘢，咁咧就會將佢將個外貌咧合成落去佢個能力度。因為將個能力合咗落去你想要嘅外貌度，咁變咗你就用嗰把武器，原本係木枝嚟嘅，就變咗一把可能靚仔啲嘅刀咁樣。咁但係個能力值咧就跟咗嗰把木條去做能力嘅。咁啊呢一方面就方便咗好多啲中意靚啊，即係中意用啲唔會太過叫咩啊？叫做突然間唔記得咗。太過
啊，算啦。太過簡單啦，叫做係啦，太過簡單。咁啊，見到我依家做緊個示範，就係將個木枝嘅能力加落去個用一個象鼻之貌嘅外貌啦，合成咗之後咧，就變咗個用個貌代替咗個木枝個外貌啦。嗱，咁跟住就去到下一 part。不過以前瑪莎咧係算係應該全 ECO 裏邊嘅 NPC 最靚嗰個女角色咯，但係依家轉咗 Q 版之後咧，冇咗幅圖出嚟睇。以前瑪莎係有幅畫，即係 2D 平板嘅畫面出嚟。我中意嗰個多啲。不過就冇所謂啦，呢個題目嚟。咁啊，去到下一 part， 第二個任務啦。第二個任務咧，冇記錯係去呢個不死城、不死王城打，就會講一啲叫屬性嘅傷痕，話俾你聽嘅。咁依家我覺得佢哋兩個好似一對情侶啦，以前都係被定性為情侶啊，佢哋兩個係，即係阿米爾同埋瑪莎，都係人界裏邊嘅人。同埋呢個任務都幾長啊！所以大家如果做的時候，你要預翻可能一個鐘頭時間左右啦，先做得曬成個任務咯。係啦，咁你見到啦，第二個任務就會將你個 level base level 咧轉咗65 level， 咁啊同瑪莎同埋阿米一齊入去打嘅，就會講解呢個性傷黑嗰個能力啦。咁因為一開始咧，我唔熟呢個任務點樣做咧，佢暗屬性呢一 part 咧，其實都仲算可以，但係去到後面嗰 part 咧，佢因為我把武器是火屬性，拆了張火甲攞嚟專打嗰啲動物，但係咧變咗佢有啲火屬性怪咧，我就唔識點樣打，扣一滴血，咁所以之後就原來發現係可以用一個技能短續，佢俾咗啲技能短續我哋用。咁呢度都系打怪嘅啫，纯粹咁就飞咗佢。咁最後打埋呢個之後咧，就會去到下一 part， 好似係打光屬性。
咁呢度我拍嘅时候咧，我就唔知点解佢俾咗个技能卷轴我嘅。咁我技能卷轴咧一直都唔识用，咁所以最后都冇用到呢、這个呢一 part 里边嘅。咁继续跟指示去做埋任务啦。因为佢中间有啲剧情咧，所以我又变咗唔想专登 cut 走佢，咁所以有啲打怪场面都可能会睇埋咯。完成咗任务之后咧，就行出去。呢、这個位置啊，應該完成咗啦。跟住咧，呢、这個任務咧俾咗200多萬嘅 level 人啦，同埋差唔多成400萬嘅 job level 俾你。仲有10萬嘅金幣，仲有10萬嘅金幣俾咗你，係好多啊，其實。咁之後咧，就做完呢個任務，就會去咗不死皇城裏邊啦，揾呢個亡國公主，就同佢對完話之後咧，佢就會免費同你可以兑換翻個60level嘅嗰個寶箱任務嘅，即係啲武器任務嘅。咁呢度就因為唔關任務事啊，咁所以飛咗。咁當然你有需要可以喺度買啦，咁所以你要可以預備啲錢。咁但係你冇預備錢都唔緊要嘅，之後你做完任務都有錢。咁然後翻返嚟牛口草原，就再翻返嚟東國呢一邊咧，再同翻艾米爾講，咁啊繼續去下一個任務。咁啊，繼續同佢講啦。跟住佢俾咗5個碳你咯，叫你去呢個西國光之塔，就揾嗰2隻惡魔族嘅 NPC。咁啊，簡單又會講下，話俾你聽個光呢個摩根市啦，俗稱叫西城或者西國啦，究竟係咩樣？其實呢個任務咧，我個人覺得唔差，設計得嚟。咁但係有啲問題就係有個佢唔可以話叫問題，應該就話啲地方咧就係將你個視點變成第一身咯。但係可能有陣時係純粹係佢個鏡頭太近啦，唔係去到你嗰個人物 NPC 後面咯。變咗你睇唔到全部嘅嘢咯。
可能佢係想營造成一個親身體驗嘅感覺，即係你做一個第一身嘅體驗感覺。咁依家呢一 part 咧，去到就係講四元素屬性相克，即係風啦、火啦、水啦、土屬性四元素相克。咁啊，點樣應對咁樣啦？啱啱都講咗啦。咁呢一 part 咧就係、是、我認為最對我有挑戰性嘅就係、是、佢第一 part 就同我俾啲怪獸係火屬性我嘅，我把劍咧就。插咗張火卡，咁所以睇到我一開始打咧，其實都幾無奈。抽咗一下，咁我諗住試下可以用幾人打啦，用幾人都打兩次火卡。咁以前冇屬性傷痕呢樣嘢咁高，即係冇屬性力冇咁高，發面都冇咁高。咁依家屬性高咗咧，即係 ECO。改咗呢個制度之後咧，變咗你屬性加少少就已經嗰個傷害性就增大咗。咁啊，咁辛苦先帶人仔。咁但係咧，如果咁樣同屬性傷去打咧，變咗個武器就好大。我依家暫時所有嘅能力值都係靠本身嗰、那個人物角色能力去做傷害，咁啊，所以我基本上好少著行衣裝，係開頭咯，可能係打海龍都係用緊同個朋友夾一天人咁樣一齊打，咁依家我就揾咗幾個咩方法去打啦，咁俾咗啲自由錢做有咩用咧？我諗緊係。只用啦嚟打，變咗我一開始之後啦，原來咁樣打之後咧，係原來可以用得嘅，咁所以之後就冇問題。係啦，咁依家基本上打完呢度之後咧，翻嚟之後咧就同佢回任務啦。中间有啲剪接咗嘅，因为嗰啲都系打怪嘅方式啦，咁所以都系不断咁插怪做人，插怪做人。咁啊，中间有啲剧情先会 show 出嚟嘅啫。咁如果冇乜剧情，我就唔会 show 出嚟。咁最后呢一 part 咧，基本上打定无属性嘅怪兽嘅，无属性基本上就冇乜所谓打。但我个人中意用啲无属性武器。因為如果根據依家 ECO 嘅情況咧，無屬性嘅武器係最好用，因為打咩情況都得，再加一把可能加一個朋友幫你加個屬性武器已經搞定。啊，咁啊，依家完成咗任務啦。咁呢個應該係第三個任務，完成咗之後咧，都係打寶箱啦，跟住之後就出翻去。你見到我已經升咗，咪48鐘。都係講翻點樣去應付啊，或者下一個任務點樣做啊咁樣。
系啦，咁跟住继续去下一个任务啦。下一个任务咧，佢自动传送咗你去呢一个煤炭狂咯，喺嗰个火山洞里面，即系以前我哋俗称叫 B1 墙啦 ，B1 地最唔知最底嗰位，再传送过去唐卡度。咁然后去揾个 NPC 系玛莎，系啦。佢会教你点样去做呢个改造，讲解一下有飞空艇啦，跟住飞空艇点样改造，改造完之后啲咩用途啦，跟住佢会俾多五个碳你咯，但系佢一俾完五个碳，我就有个问题啦，我就会超重。啊！你見我都係飛嘅，因為個劇情都比較長嘅。咁同埋我做過一次之後，都大概知道咩劇情。都係啱啱開頭所講，都係講緊簡單介紹一下 ECO 裏面有啲咩嘅角色啦，啲咩特色啦，有啲咩嘅屬性傷害啊嘅人方面點樣用啊，人短續點樣用啊。武器的融合啊，武具融合啊，那类的东西。所以基本上对于新手来说是值得做的，而且他做完之后的经验值是很丰富的。所以我都 挺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呢，真的不妨做啊。而且特别建议呢，带的药不要像我那么多啦。因為佢其實唔算話好難做，但係個 level 咧唔好太低咯，個做 job level。如果你 job level 太低咧，變咗做起上嚟就好辛苦啊。你見到係咁飆藍龍。好，咁下一个任务咧就接咗之后就会你个 base level 会变咗85 level 啊。咁佢都打呢个 dam 嘅01，dam 01，但系我而家爆血啦，咁所以唯有食咗啲药佢减轻自己痛啦，爆血水。佢一俾完五个碳我就回矿啦，叫回碳。是用来将个飞空艇呢移动的时候去地方的时候需要的一些消耗品材料。但是现在给我变成我超重了。我想会掉，不过又不想嘥了一些道具。但是不要要逼着吃大量的血水。食到我飆冷汗啦，咁啊食咗大概100支毒，咁當然呢個大家睇完之後就當係啊睇完就算啦，因為純粹冇做過咧，你唔知入邊有啲咩劇情啊嘛，就變咗種種比較好充足嘅情況。咁之後都係跟翻個任務越南去做啦，打怪啦，打呢個 DM01 啦。清完之後就去黃嗰個位置，咁依家就等等我清曬之後就翻嚟。咁翻嚟之後咧就會去清埋呢只怪啦。咁去到佢中間咧就會閃閃下啦，應該就去到打黃牆嘅地方啦。
好似如果冇記錯，以前係打九十九咧任務武器打嘅地方嚟，呢個係九十九咧武器嘅地方，把光劍都好似喺呢度打嘅，以前冇記錯嘅，遲啲我應該都會打翻把光劍，因為一零嘅武器咧比較上有啲唔係好夠打，要揾啲朋友幫手或者帶翻。如果有啲朋友佢升到夠咧，或者揾翻啲日本嘅朋友幫手，要解咗個防水龍嘅狀態，要拆到一零個裝備，可以隨機咧打完。咁佢俾咗回速我都冇乜所謂，因為我有個一時其實基本上殺法都好快。我依家命中都基本上命中啦，冇加任何命中技能都已經命中。以前玩劍嘅時候就會玩過下劍啦，都會加命中嗰招集中技能。但系發現集中嘅人咧就太嘥嘅，我唔揾嘅時間，所以就唔需要。我索性就用文明值去補救翻呢樣嘢。咁我而家超重啦，所以拎啲獎品咧唔好太貪啊，太貪心咧，你應該可能話先打咗啲補傷之後先再拎會好啲。如果唔係變咗打得下打得。任务去到差唔多去到接近尾声啦，其实都系啦。咁啊，继续同个 NPC 讲完啦。行得系啦，当然行啦，直接。跟住我哋去天国，去行呢个海底洞窟。就做埋最後呢個任務啦。咁其實咧，我又唔得嚟講啦。依家超重啊嘛，其實都幾配合到呢個劇情需要，因為打咗咁多次啊嘛，咁肯定攰啊嘛。我嗰個人物角色變咗好配合到劇情需要咯，好攰啊，好攰啊！唉，打咁耐，終於都打到最後一 part。其實呢度做咧，我剪咗都剪咗好多部分，因為嗰度就全部打怪啊，或者同一啲行路啊比較遠嘅剪情嘅地方去路咯。咁去到呢一 part 咧，基本上就真係到最後一 part 嚟嘅，都成個鐘頭啊，預咗時間。咁所以大家做呢個任務時候預翻一個鐘頭時間。啊，咁呢度就打開咧洞窟啦，同個人美人魚傾偈啦，跟住就會入咗去開始做呢、這個開洞窟嘅任務。咁啊，又 show 俾你睇呢個水之鄉究竟係點去養啦。咁我呢只精靈有咩用呢？其實你睇咁多次，其實個精靈就係講簡單，想話你聽問你啊，會唔會即係再繼續講解咁樣咯？咁其實就唔需要，其實我係通常都直接去噶嘛。咁依家都係跟任務難做嘢噶啦。咁啊，入到去之後咧，你個 base level 呢一 part 咧就去到最後一 part 就90 level 嘅，等級就去到90。咁你見我嘅 drop level 已經去到47嘅啦，已經係。咁啊，打完呢一 part 之後再翻嚟啦，
咁啊，去到最後一 part 噶啦，應該就。嗱，咁翻嚟之後咧，翻到嚟最後呢一 part 咧，就打埋最後只 boss。咁最後只 boss 其實係只巨蟹嘅啫。咁啊，冇乜難度啦。同埋咧，我發現一樣嘢就係珍珠咧，去到呢做完呢個任務，會送大約應該總共7粒俾你，咁所以係唔需要專登去買珍珠咯。如果佢呢個 quest 仲有喺度咧，就大家可以諗就係一開始唔需要買珍珠，就可以做呢個喺度動得呢個任務。咁當然你仲要有埋隻 game 貓喺後邊啊，好多嘅人都要做啦。咁做完之後咧，啱啱好就超重，咁啊出嚟啦，翻返去。咁啊，同埋個 NPC 講翻嘢之後咧，最後就完成咗呢個任務啦。同埋呢個任務，大家記住喎，就唔可以同朋友一齊做嘅，因為佢呢個屬於一個獨立嘅個人任務。你憑衣啊好啊又成啊，入到去都會被全部彈出嚟嘅。咁同只美人魚傾偈，俾翻粒珍珠佢啦，跟住行翻去就去咗呢個通天之塔，係啦。翻返去呢個位置，咁最後就會完成咗呢個 quest 噶啦。基本上我唔知佢之後會取消咗呢個 quest， 因為我覺得感覺上佢呢個 quest 應該係啲特典任務嚟，但係又屬於一個劇情需要，可能補充需要啦，補充翻俾啲新手知道究竟呢個地方有啲咩嘅特色。好啦，咁完成咗任務之後咧，翻嚟啦，咁啊，翻返去通天之塔嘅人界裏邊啦。咁就會有50,000俾翻嚟。你見到我48張。由45跳到48，二轉一嚟講已經好快，咁但係三轉嚟講當然就仲快啲啦。咁啊已經完成咗噶啦。咁今日咧就最主要講呢個任務嘅啫。咁如果到時有咩問題，可以喺下面留言啦。咁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咧，咁記得撳個 like 啦。咁好，今日就係咁先，係咁啦，拜拜。